前两天啊，我的脚被蚂蚁咬了哟。后院这有一窝的蚂蚁，大家不知道啊，这个德州的火蚂蚁啊有多厉害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我的脚被咬的呀，感觉好像中毒了一样，咬完以后有一个红的一个点一个疤，然后呢脚上还延伸出来那么一道红的，感觉好像是这个毒素扩散一样。哎，看得我都心里有点害怕了啊。还好我后来用了一点药膏，涂完以后呢大概有3天，然后呢退下去了啊。痒的是挠心啊，挠心的痒，这个火蚂蚁确实厉害啊。后来我在网上买了一些这个蚂蚁药啊，这个呢我现在把它插到那儿去，它呢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，我把这个拧掉啊，拧掉以后呢这有一个口，里面有药水啊，然后那个蚂蚁呢一闻到这个味道它会爬进去，爬进去然后它吃完这个药以后它传染给其他的蚂蚁，这样呢就传染病啊，就全给杀死了。不知道好不好用啊，你就试一下。哇，还有那么多。好了，大功告成。看看啊，他们会不会往里爬？哎，好像真的在往里爬呀！你看，明天再来看吧，有没有效果？这个蚂蚁窝啊，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咬了。去年我在那个前面前院，我在那弄草呢，一不小心就踩了一脚，然后发现脚下全部都是蚂蚁窝，然后我的脚也是被咬得一塌糊涂。那时候更厉害，好像有10天才好啊。这个蚂蚁咬完以后又疼又痒，然后呢你还不能挠，我都感觉到疼，那真的是挺疼的。这个是叫那个fire， 对 ，fans， fire， 就是火蚂蚁啊。这我一会儿撒点药吧，我这要买药了，这不知道。